那你请准备。好，然后那个 Morgan 可以从我这台电脑讲吗？他在我旁边，他你的，说他接下来吗？对啊，可因以为可以他可以。好，那嗨，大家好，我这边是 Disfactory，然后这个小游戏的连接已经丢在 GetterTown，也丢在 Slack 的 General Channel 里面。然后 Disfactory 农地，我有一张工厂，就是想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边农间的阿田间的阿北发现隔壁盖起新工厂，却束手无策。它可能会污染它旁边的田地，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它的忙。然后我们开始试玩，就是呢，我们想法就是我们现在有5万多笔全台湾疑似违章工厂的位置，可是政府说呢，2016年5月20号以后的，就是会依法要拆除，但他们不知道哪些是2016年以后才建的。所以我们就去抓了，这个是2017年的空拍图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，这边是农地还是建筑物，然后再去同一个地点去对2020的空拍图，说它有建物，然后这样子每个人都是乡民参战的状况下，就是可以去抓出来，有扩建的新的工厂，还有就是本来是农地就变成工厂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希望可以5万个地点，每个地点都有2个人可以判断一样。然后刚刚是使用教学，然后最后会进来，这个是一个实际的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做好，所以有些东西都很烂，所以希望请大家帮忙测试，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。然后就是包括最后我看一下，最后有一个这样的分享页，就是阿北会感谢你，然后你可以再玩一次，以及我们这边现在是假的数字，就是跟你说我们已经辨识了多少次，然后我们还差哪几个位置跟工厂还没有去确认，以及未来会想要可能会有抽奖或者分享到社群媒体上。那目前就是非常需要大家来帮忙测试说哪边有问题，比如说你用。什么电脑、什么手机玩不起来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东西很不好玩，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数位行销人才，你有很棒的点子，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，到时候推出这个游戏的时候可以让更多人一起玩，我们都很需要你。那就是在旁边的那个 Disfactory 的 channel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玩这样，谢谢。好。谢谢小班。那我们下一个就 Morgan，Morgan 就在。